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特别篇咩剧情？好，咁啊呢度左右左边就系劈树，右边应该就系去华南市。呢啲咩噶？猎长，我制止冇几耐咧，佢哋我哋冇孩子，但系一直想要一个对待呢个猎长，成日问我可唔可以收养佢，一直话唔可以，应该答应佢嘅，佢已经走咗啦。OK， 猎长 ，bye， 应该几好升呢？我对于比加超嚟讲，阿发射唔系嘛？就仲要即刻中毒添，第一下又有冇咁好彩啊？终于到啦，喺屋企等啦，一阵见喎。佢屋企系一间大嘅豪宅啊，好似呢一间啊。真系慢，睇下都淋湿啦。咩慢啊？第一次嚟到，你唔应该走噶。今日住屋企，呢间房真系大喎，你噶。跟住咧，小霞小姐已经为你个朋友准备好客房啦，食物都准备好啦，一齐食饭。小华一下子失去咗意识，我必须独自对抗我班友，但只系花了一啲时间打低咗。等阵先，食完饭有嘢同你讲。等我嘅精灵恢复健康咧，我一齐咧进行特训。特训应该唔系核心人物，有即系意味住有更加强大，冇咁嘅必要。以我嘅实力，嗰啲家伙根本唔系我对手，最好唔好太有自信，你会俾人打低。明明就系自己太弱，笨蛋。饮起好喊，呢个系我最好嘅客房，唔好意思，有啲乱啊，我会好好整理。呢间房已经好好，瞓觉。嗰啲咩嚟噶？宝石海星、啊，到底咩回事啊？佢嚟啦 ！bye， 即刻一嘢电磁波嚟，哇，好痛！佢咗边啊？消失咗？到底系边个攻击我？有咪有需要帮手啊？呢、這个幻视有道管主喺边度？我打人俾你睇咧，有咩好笑啊？所以你想去挑战管主啊？你去道管试下啦。OK， 道管。道姑出喺呢边啊，系啦，好见到啦，你就系管主系嘛？快啲答我系咪管主？哇，小霞，你会系管主唔好笑喎、啊！等阵你做咩啊？如果你唔想打嘅话，就话俾你听，琴日攻击你嘅人就系我，飞叶快刀，抱抱光线。点解？我仲以为你可以体会我心情，同我一齐并肩。凭呢个攻击咧，喺御剑山根本冇办法打赢佢哋。如果唔认真啲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变强好啦，我哋一齐对过火药，你都唔使再喊啦。等我先治疗你嘅精灵，再特训。治疗咗啦，咁做咩要行到呢度啊？好嚟啦，呢个系嗰个吕布啦，一嘅电死你啦，比加超，唔系睇小啊，比加超啊，摔打唔要。好，李如龙一下死啊，李如龙，哇咁都唔死啊吓？啲傻鸭喎、啊！哇！顶水之波同傻鸭，你都几犀利嘅。定身法吹，哇！顶仲用念力低能，喂回血，我哋翻去回血，大佬唔得掂。好，电击啲蚊香蝌蚪都冇乜难度啦，基本上呢只就难啲，应该系即刻封咗我技。好，击败我三个守卫，而家系最后嘅训练啦，打低我啦，假装我系呢个咩火箭兵团咯，即刻电死你先，两只都俾我黑住，变小一招啦，搞掂，轻松啦。等我哋咧从火箭兵团咧拯救所有精灵呢个蓝色徽章，记得要经常训练我一齐努力，令唔会咧再有其他精灵好似李如龙嘅事情，旅途愉快。OK， 咁我哋又解决咗呢个华南市嘅道馆，攞咗呢个徽章啦。呢个咩嚟噶？你喺度讲咩话？你唔想同我一齐？我要同路易斯一齐喎。对唔住啊，宝贝，佢父母啱啱换咗新嘅泳池。咩噶？唔关事喎呢度。向下行啊！呢度 ？OK， 依家啲熟口熟面呢个位，喷雾剂，又系你？呢、這个好似都行过之前特别偏 red 嗰段嘅，即系旧嗰只啦。旧嗰只我都记得行过。好，地鼠咁呢啲全部用啊，蚊香瓜唔系蚊香瓜，蚊香蛙咁啊可以搞掂晒啦，蚊香棍、袋龙、龙龙岩一个水技啦都系，行路草、仙制之爪啊，仙制之爪有冇用咧？有嘅俾蚊香蛙啦。几日前。我会俾你过去噶，对于你呢啲咁嘅毫无防备嘅能力嘅靓仔嚟讲，灰叶是太危险。毕竟你只系个女性，咩啊？点解会咁强啊？阿小蓝啊，呢个系
欸，你讨厌虫子，我会杀咗你，电死你啦！影子分身，哇，电磁波先，电击，电击，哇，争啲输俾佢。头先嗰个有睇错，唉，冇睇错喺呢度。喵喵怪，喵呢只，你讲好似老太婆唔能够享受花嘅味道，我从来冇讲你要付出代价，点解佢会喺呢度嘅咧？小蘑菇，呢度系咪打交噶？爱你太黏了。你见到我旁边嗰个美丽女孩咧，佢有女朋友，睇嚟好温柔咧，电死你即刻，电死你啊！李仪王电死你啦，搞掂。跟住我哋可以行落去。毒针，诶、欸，呢、這个就系枯叶是咩声啊？咩事啊？圣特安路号 ，OK， 先回去先。失去我的精灵都是因为我的龙龙岩。好，直接去呢个先啦，直接去架船度先啦，其他地方唔稳住啊。真系顺利到处探险一下啦。你喺度做咩啊？躝出去，求随随便便上人哋架船啊！Pokemon 个世界就系随随便便上人架船。如果现实中咧，求求其上人架船，即刻拉我啦。有啲咩小智嗰啲咧？咩非法入境、非法进入他人嘅船只上咧？即刻拘捕佢啦！即刻坐监，做咩大师啊？仲你已经犯咗法啦！好，什么东西？好臭小鬼，好痛！你腰上系咪精灵球啊？犀利，咁后生成为咗训练师，俾我睇下有啲咩精灵。太棒啦！我决定咧认可你为呢个 fans 俱乐部嘅荣誉会员。我会喺呢个俱乐部上话俾你听关于佢嘅事。我哋咩事啊？踢咗出去无端端。啊？呢、這个船板都有嘢撞，唔系话讲笑嘅话，仲要撞霹雳弹。诶、欸，呢、這个啲水手应该都系多数都系水系啦，仲要放埋毒钉喺地下添。十万福特你大镬啦，咁铺又俾阿超有十万福特，你仲唔死？电死你！好，继续落去。佢咪行到咁上下就会踢我出去咧？诶、欸、，no！ 你唔系 you're not the one， 你唔系一个咩嚟噶？鬼嚟啊！嗰个里边而家乜都冇。哇，六尾仲要日照添。咁日照我就冇乜用咧，可以话系。呢度有咩用咧？呢啲房咁多间吉房，唔知有咩用。好，呢边咧？呢边行咗未咧？唔知。呢边好似都行咗，但系唔见有嘢啊嘛？你呢度未行？电死啦！真系太犀利啦，比加超！你系点样潜入嚟噶？诶、欸，都系踢咗出去啫。OK， 咁啊，周围行下先啦。几时翻屋企？好寂寞，曾经见过阿爸着住火箭兵团嘅衣服。当我问点解，佢就话咧，一切都系为咗我唔明。呢度咪荣誉系啦。你永远都揾唔到更多呢啲中意精灵嘅爱好者，请大家注意呢个新会员啊，新加入嘅水鱼啊，俾佢哋睇下你嘅精灵啦。啊，你比加超太可爱啦，你嘅蚊香蛙咧十分亲近，一定养咗好耐，系咪奇异种子啊？佢哋同我一齐好耐，一齐打过好强大嘅训练师，用精灵战斗梗系啦。因为我哋俱乐部所有人都冇俾佢哋战斗喎，咩话？所以佢哋一啲都唔强，不得了，我嘅椰蛋树唔见咗啊！但系一个月前咧，我海仔俾人偷咗，呢度每一个人都有受害者喎。偷咗咁多精灵，要点样搬运呢？话唔定喺嗰度，喺圣安老号嘅仓库出发。咦？呢度上去系啦，跟呢个吓系啦。诶、欸，你喺度做咩？出去电死啦，迷你龙！哇顶，电磁波，仲用啲龙之路啲咁麻烦嘅技能添。好，再电。啊！上次好似讲到呢一度差唔多嘛，我记得啦，个剧情好似系推进到差唔多呢个位置，一个养个廉，哎呀，仲变咗普通系添佢，慢慢打咯又，好搞掂，转翻蚊香蛙先，裂掌哇！呢度出裂掌嘅都唔系咁好喎，对于你话，诶、欸，都系唔好行呢边，点解啊？点解唔行得呢边？呢度 ，OK， 哇！顶用呢只咁嘅嘢，转蚊香，冰啊，小刺怪，哇！小刺怪点搞呢？寄生，催眠，哇！顶爆炸炸弹，
音爆，催眠中啊！太好啦，中到催眠实在搞掂。哦，波波，好好，冇人喺间房入面，呢个蠢材啊 ！OK。哼，呢间房好似冇人喎、啊。树上面咁多警卫，试图隐藏啲咩？调查一下啦。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箱有精灵。等阵先，呢、這个箱有箱都有精灵嘅，唔使担心佢救你出去嘅，根本打唔开要揾锁匙。呢、這个精灵球，哇，雷电球啊！雷电球，哇，唔好死啊！吓我一跳。雷电球用电磁波，水系最容易导电嘅。对入侵者嚟讲，呢个惩罚咧好似太严格啦。到底嚟做咩噶？成日面有好多精灵失踪，我真系调查啫。你以为我哋偷噶？我哋只系将啲精灵咧从嗰啲可怜嘅主人度拯救出嚟，顺便当作报酬，赚啲小利啫。想抵抗都得，不过你真系认为可以阻挡到我哋咩？将佢变成灰烬，俾佢走甩咗添。哇！呢啲我记得，我记得呢啲好似系一百呢嘅怪嚟喎，系嘛？如果我冇记错嘅话，好。精灵都系入面，咁而家点啊？唔系揾锁匙咩？咁锁匙应该点揾揾咧？咦，唔使打嘅咩？我咁样行落都冇事，系、哦，好似唔使打咁、哦。O K 咁样都呢、這个根本唔系枪，嘿嘿。只不过要点样处理咧？将我哋咧搞到氹氹转嘅家伙，蚊啊哇！俾你见识下我哋嘅力量啦！而家轮到你啦，我喺水底呢度好似要进化，我记得系氧气不足咧，最好尽快离开。哦，要揾粒石我记得好似系鲤鱼龙喎，呢度几过瘾，其实我觉得呢块石头，诶，进化大力哇，进化咗啦，我哋需要回到上船上啊，再等阵。哦，死咗啊！诶，搞错啊，点解会揿咗佢弹咗上嚟嘅？我要拯救嗰啲精灵，上啦，电击收。哇，好啲，有啲大镬喎，其实。哦，大家都中咗状态，即系用水技唯有。瞓三晚，喂，死得两步。哇，系咁暗咩？点解中个笔喎，大佬？你见到咁暗，暗到黐线啊！贴炮鱼咁都好啲，我可以，诶，正常翻啦，我可以去执嘢咧，进化三步，防御增强。诶、欸，做乜佢喺度嘅又？点啊？小夏喺度嘅，问下佢先。小夏唔会失去咗意识啊！白痴，即系游水就行开。诶、欸？闪光嘅傻鸭喎，哇佢，哇咁劲嘅顶，杀咗添，捉唔到，冇 save 低能，再死多次会点咧？唔知，咦，冇咗只傻鸭系嘛？唉，冇啦傻鸭，点会暴击噶？真系低低地，呢啲技真系信唔过。咦，咁但系点样去搵到个咩锁匙啊？唔通系揾咗个咩先？唔通系去揾咗个会长先？定系去管主咧？定系道馆嗰度？我都唔记得添。滚动，喂，点会走唔甩啊？我高呢过你喎，22咧，19咧，19咧，应该走得噶啦，而家好多怪啊，黐线！点会走唔甩啊 ？PP 多汗小补剂，我先系回去先。好 ，I really miss my， 我非常挂念住我嘅你嘅卡斯。对唔住，而家禁止新手使用喎。哇，咁串啫你，系咪想打你？话我新手渣，我电死你啊！叫比加超。咦，唔系，咁我而家要去边啊？最憎人问系咪上班？呢度唔通系准备有呢个单车比赛？咁即系一定喺呢一度噶咯？嗯，有冇喷雾啊？有喷雾，师傅先呢个，唉，费事一阵间又撞咗啲咩奇怪嘢，系咪中咗笔啊？其实。我怀疑系喎，诶，得啦，咩话？你竟然中咗七，哇顶啊！
啲画面咩事啊？催眠，顶点够你玩啊？我一嚟就麻痹，起身，哇顶镜光射击你都有，唔系嘛？咁我点玩啊？影分，影分，哇低能啊！俾人打死咗，咁冇得打噶喎，咁冇得打噶大佬，佢好似咁劲。佢仲要三毫不迟挂嚟添，我极其量进咗化都系蚊香，都系大力挂啫，点样够佢玩啊？又冇格斗技喎。OK， 又话电击兽明明派出嚟噶呢只咁嘅嘢。咁啊，如果呢度中到寄生就好啦，寄生，唉冇啦，咁就一中唔到寄生我就玩完咯，可以话系催眠。哇，有冇可能啊？又中麻痹？你有冇搞错？冇啦，玩完啦又要死，都痛嘅咁样电落去，电击兽点打电击兽？光墙，仲要打唔入佢添，唉冇啦，好难打喎，三百多次怪，凭我呢个咁嘅组合，又要有格斗技，我喺蚊香蛙有冇格斗技？技能盒。觉醒力量生物获得剧毒，三招对佢嚟讲都冇用嘅。觉醒力量要格觉醒格或者格醒火啦，但系就完全唔知咩觉醒啦，全部人都咁直接打佢啦，冇谂。既然佢都麻痹我啦，不如输出，疯狂输出啦，梗系绝奇异种之技种 ，good ball， 撞佢电网。吹降劲真係唔得啦，猛撞啦咁样，猛撞 good， very good， 地球上头啊，对战搜索器喎，咁即係点啊？我唔係攞锁匙俾你啊，即係而家我可以返去啦，係咪咁嘅意思？咦、去即管呢释放被偷走嘅，去找君莎小姐去帮手。咩呀？太多敌人去搵君莎小姐帮手。大比料都有呢度。咁多正嘢嘅。如果佢呢度有火系就好啦，即刻捉火系。但我先冇火系啦。好。好啦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先，下集继续，拜拜。